我感觉周杰好像也不是特别好。海璐姐，海璐姐，琴姐，我先上个车好吧？我头特别疼。你没事吧？你先回去休息呗。嗯，我感觉我头疼嘛。不舒服。我现在就是感觉想吐。嗯，头疼到厉害会想吐的。妈呀！这4000其实是个坎儿了，是个挺大的个坎儿。我们转的时候要许愿望吗？对，自己好好许愿。随天地之缘。哦，那么高。哦，能挂吧？这个角度。哇。就掉蛋了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呀，挂上去了。陈斌看到了吗？随天地之愿。